好，我们现在来试这个 Quantum 这个 Imprinter 这个 Process Chamber 的一个门盖板哈。那我们现在示范的是用气动工具哈，搭配我们的 pad， 然后直接做 polish。那现在我们请他直接先把水直接先喷在上面，喷在待会要刷的上面。好的。好，本身表面润湿，才是肺部在刷的时候才不会到处粉尘到处乱飘。好，那气动工具的话，好，就慢慢的移过去，左右，哎。整个再检查一遍，是不是确实干净了？对，左右左右移一下。哎，这上面不够干净，这上面。好，基本上应该可以的，来，泵去擦它。OK， 好的，啊，基本上这样就完成了，大概80%-90%，相当的快速，啊，好的，好，那我们再继续把另外一半完成。移动的速度可以再稍微比刚刚快一点点，哈。好的，很好，把它擦掉。好的，好 ，OK。我们现在大概花了将近4分钟半的时间哈，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就把这个豆的整个门板哦，看起来很厚的 film 把它完全刷干净了。那现在还有 orange 的细额面呢，我们用360号方形的配的稍微再补强一下。好，一样对折哈，大概配的一样对折来刷。好，那刷的话，其实基本上那个 fin 很薄，稍微轻轻的带过，应该 fin 很容易就可以掉了。
一个人帮忙压一下另外一边。哎，就直接一次拉，对，一次拉个三四十公分，对，很好。那个建材先把，等一下，先把那一条跟这条先清干净，哎，清干净，擦干净，确定干净，它干净了，觉得 OK 吗？好的，然后再，我们来继续刷旁边，嗯。好的 ，OK， 先这样就好了。